台湾的疫情警戒标准即将降至第二级，今天是三级警戒降级前最后的周日。台北第二果菜市场旁的传统市场一早涌入许多买菜市民，大家为了抢购果蔬挤成一团，人潮的聚集也令不少民众感到担忧。今天一大早，在台北第二果菜市场旁的传统市场里，民众提着大包小包，摩托车把手、踏板及后座等都堆满水果蔬菜。一些商贩为了方便叫卖，甚至把口罩拉至下巴。虽然警方及市场工作人员在入口实施身份证字号分流管制，但市场内人潮仍然是摩肩接踵。不少民众担忧，在防疫警戒降级后，市场里根本无法保持规定的社交距离。而此前爆出大量确诊案例的台北市环南市场则是另一番景象，即使是周末，消费者也不愿踏足采买，出现工作人员比消费者还多的局面。没有人潮，对啊，没有，都没人，整个尤其假日都没有人，生意很不好啊，要待不下去了。疫情警戒标准还没调降，现在就已经是抱怨连连。据台湾媒体报道，接下来岛内将有条件开放托婴中心及居家保姆收托，但根据现行规定，开放的托婴机构工作人员接种疫苗要达到80%以上，如果接种未满14天或是还没有接种疫苗，就得自费每周进行一次快筛，这让不少业者担忧难以承受。另外，根据目前规定，只有台北、新北的托婴机构工作人员才会被造册施打疫苗，而其他县市的人员只能自行预约接种。现在这些非双北地区的工作人员何时能打疫苗尚未可知，本来就应该要是要普遍性施打，评估那个疫苗的数量，然后可以的话赶快让保姆这边可以造册施打。自五月中旬新冠疫情爆发以来，全台三级防疫警戒已实施满2个月，负面效应不断浮现，岛内民众纷纷发问，疫情何时能根本控制呢？经济民生的解方又何在？相关内容请康熙带来梳理。康熙好，数据最能反映问题。我们来看，五月份岛内失业率上升至4.11%，为2013年12月以来新高。全台实施无薪假人数突破30,000人，而与此同时，全台物价普涨。对此，台湾《中国时报》就发文痛批，民进党当局因自满而不知风险和问题所在，让错误的政策继续杀人。眼下岛内舆论普遍认为，要破解当前岛内的经济民生困局，首先要控制疫情，提高疫苗接种率，其次就是要尽快恢复两岸各领域交流交往。台湾旺报发文指出，经历民进党荒腔走板的防疫政策，让越来越多台湾民众认清民进党的真面目，只有恢复两岸交流交往，岛内观光、餐饮、消费等行业才有可能恢复景气，从业者才能找回生计。眼下疫情造成的严重恶果已无法逆转，也戳破民进党当局营造的种种假象。台湾清华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副教授温晓玲就直言，民进党当局的防疫政策处处充斥政治位和利益算计，根本无视岛内民众的生存安危，民众迟早会向那群冷漠无情的酷吏纠责讨回公道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的梳理，再把时间交还给主播。